看见可疑嫌犯现身，埋伏员警立刻冲下车将人逮捕，发现赃车还悬挂着未走车牌，人赃俱获，将人带上警车。没想到嫌犯一时情绪激动咬警察：我没有咬你，这上面都有他的血，你不要有证故意来打我，来你不要来打我，你不要打我。先走。大拇指被咬，鲜血直流，而嫌犯还呛瞎，说自己有艾滋病，要同归于尽。他咬完之后还跟警察呛瞎，说他自己本身罹患有艾滋病，还有乙型肝炎，还要拖警察下水一起死。不知到底是真是假，原警反对后先行包扎。警方调查是台中一名林姓保全，今年八月将车子借给朱姓男子，事后车子逃不回来，警方循线锁定嫌犯，没想到将人逮捕后，他疑似吸毒，精神状况不稳，意图咬舌自尽，甚至还咬伤原警，呛瞎自己有病。我本来他想要张口啊，要咬舌自尽啊，那我们警方就是把他的那个嘴搬开啊，然后他就顺势咬我们警察的手，这样子。小队长伸手阻止嫌犯自尽，反而被咬伤，事后自费抽血，幸好初步排除感染，但还需要持续半年追踪才能解除警报。谢鹏志明苗栗报道。